早安。上课偷用手机偷看。哇，那你应该看不懂吧？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蛮无聊的诶。差点以为我忘记关麦，什么忘记关麦？啊？等一下，说要关麦，我要进去这个。医护。好了。平常都在上课，可是你上课应该是早班。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闲聊，我们可以聊到我有工作为止，知道吧？有人出事，我就可以去做了。哎，可是我还没真的一个人去弄过哎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找找，因为这边缺早班医护，就来当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做早班清洁啊，就是你看我现在指挥交通啊，那大家就去擦擦玻璃啊，挖挖土啊，有的没的。没办法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看我现在很沮丧。那个是玩家吧？怎么可能骑那么快？我不是警察啊，要去报警啊！可是现在没有警察上班啊，现在有职业的只有医生我嘛，跟另外一位技工，那就没人了。没有一个世界，至少这个至少要有一个护士在会比较好，不然万一不小心出车祸或怎样的话，还可以救。凌晨3点还推剧情哦，没办法啊，昨天因为已经说好就是我帮忙顾早上，所以我想说真的撑不下去，我就去睡觉了。有啊，我身上有哦。哦，还有他们昨天开会执行说一个人爆雷，然后就贴在 DC 频道，然后给其他人审。看看他们要不要 ban 那个人，就可能你一个人爆雷，然后有20几台、30几台把你给 ban 掉这样子。可以问问题啊，不要问太白痴的问题就好了。我声音会大会小啊，因为我看有时候我会爆音，可是我在游戏内讲话好像有偏小声。看一下哦，设定。像哎、hey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是要用什么？等我一下啊、哦，用那个什么 FIVE，然后大写 N，我不太会念。
用这个。然后我手上的指挥棒嘞，我在干嘛？没有，济公那边满了，而且早上这两天好像很缺医护啊，就来医护啦。我什么办法？连这么早？早班啊，早班实习生呢？哎，干爹，我问你哦，你会当医护吗？如果医护有人受重伤了啊，报那什么叫救护的话，我是要打开手机看，对不对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哦，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哇塞，今天好早哦哎哦。感谢秀续订，然后你就打井康明，记得有人受伤的话，就是现在。不是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要带到医院。我现在是流程是要先找到他，然后要做到做什么东西。我先，不是，现在我状况我知道要带回去啊。我现在状况是，万一他今天叫救护的话，是会在手机里面吗？啊，手机里面之后是用频道打字吗？哦，好。然后井，然后它的编号 COMING，好。好的。我要打119，斜线119，然后井它的编号，然后 COMING，怎么那么麻烦？哇，医护也不好做呢。哦，那是有同事在线上的情况是不是？早班哦，因为小五好像去睡觉了啊，剩下晚上开台吗？看我状况啊，我还没剪影片呢。我影片还没剪呢，我没追剧情啊。我有听他们说什么，昨天他们剧情推到4点哦，对吧？你们讲话小心哦，只要被 mod ban 掉的那一个，我就会看一下你的 ID，然后贴在我们的聊天频道哦，然后就给大家公审。差不多，所以。你要讲的剧情是跟，我是有在阿土台看到说什么阿花推剧情都要4点啊，对吧？来，我们来擦玻璃，现在擦玻璃哈，这就是那个什么，便利商店早班都在做的事情，没客人就只能这样子，找事情做。戴两个手套没有啊？我没有特地去选
白痴，我这计程车5000块的，我是要练什么啦？你等我有钱买好一点的那个不计程车啊，救护车。你也等我有好一点的救护车啊。早安哦。对啊，我当时想当修车工，就是因为我可以一直在那个练车。可是修车他们真的很满。反正医护也是满的啦，是院长，我是刚刚想说，我来应征早班医护，他说啊，早班呢、啊，我们是确实缺早班啊，然后就让我录取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钱跳太快了欸，这样我很快就买到跑车了欸，吧，好啦，可能要1个月1个礼拜了。不过就慢慢玩啊，我是不是该继续跟一张老板又一人？哎，我不止擦玻璃哦，我还会这个哦，我还跑到上面擦哦，我还这边清蜘蛛网哦，看这边有蜘蛛网，清一下啊，抹布抹布，来擦一下。GTA 还有便利商店卖吗？有啊，这个不是 GTA 啊，这是 RP 啦。像医院里面就有内建的那个啊，临时店。啊，我就跟院长说，那我可以站在这边推销什么会员卡之类的吗？你好，有需要申办一张会员吗？啊，我们医疗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，有需要吗？没有偷懒哦，欸，我真的很，我真的昨天就在这边，还没面试之前，我昨天就在这边，然后我就好像是这个吧，这个东西，然后就一个啊，欸，好像是谁，然后阿，欸，没有没有，那个他们说的泰国妹，她说我在干嘛，我说没有，欸，不，想起来，拉汉那个记者，他说。欸，先生，你在干嘛？偷东西哦？我说没有，我的零钱掉到下面，我找不到它，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说，他就说不用找了啦，这边都有吃钱小精灵啦，不用找了，不用找了。我说好吧，我说我都快没钱了，钱还被吃，对吧、啊？陷阱妹是什么？话说有鬼岛新闻，你要看吗？你是说我们 DC 的吗？可是我一直看都只是看到图片呢、欸。鬼岛新闻，鬼岛，我突然找不到，等我一下哦，找到鬼岛速报。可是只到昨天的那个啊，局长夫人的东西啊，香港的 RP 服的警察会管得很严吗？嗯，不会说到很严呐、啊，只是就是这个时段早上没警察。天国广播电台哦，哦对啦，我之前就是要问这个啦，是 FB 搜寻吗？天国广播电台，哦，来赞一个，是哪个18小时前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先做事，不然等下被踢出去。来，我们来定个七，这个好了。出车祸啦！我正要看东西呀、啊。
哇！冲啊！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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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哎，有点紧张哎，我现在的心情跟伊尾崎西准备杀人的心脏跳得一样快，准备要杀人那种心脏跳好快哦，天哪！而且第一天值班呢，哎，这是刚上班，然后那个店长医护有收到吗？啊，我是不是打错频道了？他就是店长已经交代说，哦，就是这样按这样按，然后有的没的，有的没的。然后就突然出去了，留你一个人在商店里面。要怎么打？要打斜线吗？要打斜线吗？哦，好，空白吗？有。那他频道，他在频道打啊。我简讯也没有收到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本来昨天院长要带我一趟，可是一直没有人死掉，然后准备等到有人的时候，啊就其他医护上班了，看手机有简讯，啊是哦，等下哦。没有啊，你骗我，是这个吧？简讯。哦，好，等我，撑着。啊，然后本来我想说，因为那天我一直玩那个裁缝，玩到，靠腰，我大概知道是谁死掉了。玩到那个路上撞到狼啊，别这样用 OOC，打另外一次。哦，你们乱教我。不能乱教我打字啊！不要害我，害我被列黑名单啊！是我的啊，我的警铃是坏掉了。哦，你看那个狼，我昨天撞了大概有7只狼吧，然后一头鹿，然后我就想要帮他们安葬的时候，就在旁边做戏演戏的时候，突然一只山猫在旁边叫忙回车上跑掉。没有，那是狼啦，那么小只，山猫不会在这边啦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哎，这边快接近包，那叫什么？采棉花的地方哎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不会是阿土哥吧？我们昨天相遇的时候就马上认清，超好笑。
兄弟，没事吧？还听得到声音吗？还行吗？你是我第一个伤患哦，所以可能会有点痛哦。那我现在先帮你压压两下喽。哎，兄弟，我找不到你啊，兄弟。你睡啊？我是新的早班员工，早班实习生。你还我行睡吗？啊？那我们回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可以吗？你还好吗？要我载你还是你可以骑车？你载我吧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调一下，你调一下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叫嘛名啊？二二二，可以叫我阿星就好。两星好小哦。那您的车怎么办啊？这等等我。我一会儿再来拿呗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的口音跟我们居长好像哦。啊，对呀，他是我老乡啊。哦，这样啊，安全带对记得呀，系好哦。啊，小伙子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哎，我第一天上班啊，我也没有什么我钱待会啊。付不出医药费。那你大概要多少啊？哦，我擦伤啊。哦，擦伤很便宜啦，只要擦擦药就好了。咱老乡说，我老人有那个优待啊，半价。哦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们有老人方案。对啊，他年年我都有健保的，我交他妈好几年嘞。如果再不给我打折，我操你娘亲！没问题没问题。哦。不好意思，第一天上班，所以不知道流程，而且局长也没教太多。对不起，哦，是没医院关局局系。长，我一直念错，抱歉抱歉。院长，对，院长，因为我习惯你叫叫他医院本局名局怎么长。就不好嘞？你叫他本名比较简单啊，铁生苏伦波。您可以说慢点啊，吗？是苏伦波。是说你刚怎么会出事啊？做了什么啊？他年年的那个当地人，他年年我骑车骑直线，他年年直接左转啊，操你娘亲的！哦，有听说市民比较凶啦，自己骑车对小啊，心他年啊。年都不看后照镜的，操你娘亲！一会儿我就叫他赔钱。
叔叔，你要保持意识哦，要一直啊，跟我讲话我哦，怕查你昏上迷。了，我查上二一啊，还可以，我这肾脏功还有呢啊，不要小看我，没有没有，很啊，多皮外伤最怕就是伤到脑部。你他念念的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他奶奶，小伙子，跟你说，你现在这个世界的和平都是他奶奶我打过来的，你知道不？哎，啊，你知道我当年打了多少仗吗？操你奶奶的！那现在能在这啊安居乐业，还不靠我？好，啊，你知道不？我不知道，那我等下算你便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打了多少仗吗？不知道哎。他奶奶的啊！我讲给你听啊！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第四次世界大战，第五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星际大战，第二次星际大战，他伤我到说头的了那个啦！梦中巨制战啊，还有第七次星际大战，前面三次我就不去了，太累了。还有第十次世界大战，第11次世界大战，你知道不？我觉得我们等下要做开颅手术，哎，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开你两枪啊！我老乡都说我这脑袋没病啊，你还想要开我脑？好吧，你他奶奶是不是真的瞧不起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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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。您啊？啊？太强了，我想看看您的脑子里长怎样，是不是都是枪的形状？啊，没有啊！他们说我脑子打开很干净啊，啥都没有。特别稀奇呀、啊！我们到了嘛，在另一边啊，这是后门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导航怪怪的啊？我不用理他，这是后门儿，你这边右转就可以了。不是这边右转，是前面右转，刚刚后面。哦，你他奶奶！哦，有人，那个当地的，那个当地的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敢杀我英雄，敢打我英雄！啊！没听到，没听到，没听到！啊，没事没事，他奶奶现在使命越来越没有家教了。我应该留一拳给你打哦。啊，这边右转右转，他奶奶的，他们好像不知道，他们命我们的命比较值钱一样啊！操他娘的！啊，右转再右转就可以到正门了。哦哦哦，这边我知道。啊，跟你讲，我都不看导航，连导航都不能行啊！啊。来，慢慢走哦。小伙子，你能不能买我几个绷带啊？可以呀，现在他们都怎么算啊？是个1万呗。4个1万啊？是个，七八就是个。494个。是个啊！操你娘亲，七八就是是个。哦，10个。啊，我躺那里呀、这里这里这里，啊！我躺那里呀、所以啊！是你就几摸个我啊？是吧？帮我看一看啊！好，我帮你我看这一下大哦。腿，我这屁股这边我这屁股有擦伤啊！啊，我好，我痔帮你疮好像破了。消毒，贴点药就好了哦。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屁眼儿那边啊，那痔疮好像破了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那要开那个吗？
小痔疮的。啊，你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你跑下。去地儿看啊啊！那等下给你自己回去塞好不好？你咋不看呢？等下给你回去自己塞好不好？啊，好呗。哎，你开药给我吃啊。那擦伤骨折是1600，那算你10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我有骨折，我擦伤而已。你不是说你皮外伤，那骨折，刚药都用了，好好好，算我自己的，那1000就好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就1000呗。小伙子哪时下班啊？等有人跟我接班啊！哎，叔叔，你说绷带怎么算？四个多少？嗯，听不到声音。啊，这里啊，你还要添这里啊，这边写擦伤啊，好，还有这好，里要好，好。开药啊，这里要签名，啊，换我签名了，好好好，那你要买绷带，你要买几个啊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卖啊，算了，好像不能卖啊。哦，好，我晚点再问局长。那你对走呀，慢一点啊。对呀，哦，好，哦，你要开我单呢？你是不是忘记开医药费了？哎，院长说是直接给钱哎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谢谢阿公，谢谢叔叔，我帮你开门。谢谢啊。你看啥？哎，要怎么锁啊！门？没被打过，操你娘亲！选单的第几个啊？这个吗？选单第二个吗？不是诶。嗯，第一个。可是我点第二个没有反应诶。现在不是有遥控器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去看更新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哦？然后在这个吗？嗯，我按第五个了。嗯，第五个，然后嘞，第二个。哦，进去 save 哦，哦，好了，然后嘞，再按这个，哦，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，我刚以为那位叔叔会把我车给偷走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感谢哦。反正就除了有人出事，我就只能开开车乱跑啊，有的没的啊，恐怖。不是我怕，我现在切视窗，突然有个报案我没有接到啊。好，看一下公告。不是这个。没有加入警用车也不是这个啊。没看到不是抹空气哦，这角度很难调，你太近手又伸进去，然后又说你的手怎么穿越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会这样啊？你看，他这样又歪了，又被你们讲。接早班没办法，因为总不能说哪个职业好赚就只去当那个职业啊，都试试看呐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也可以说我现在在画画啊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个游戏不是这游戏啊，这个城市你发呆太久会被海啸冲走。发呆的时间有点快啦，好像10分钟左右吧，就会被浪给冲走了。钓鱼啊，反正没事，没关系啊，擦玻璃，这边没有鱼钓。想换比较快一点的车不然好慢哦。25分钟，现在要变25分钟了吗？那昨天胖哥哥怎么才个要看个影片就被踢了？改了啦，改了啦。什么浇花浇水的姿势啊？没关系啊，我不用，我干嘛要巡逻？我怕就是怕说，我巡到北部之后，结果这城市里面出事情，这就尴尬啦。而且我这台车，因为他们现在改了，有点不习惯。现在是之前都是可以看那个血量条，红色血量条。不过他叫我去哪里？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对啊，目前就是先我一个人啊。哦，安全带，就是现在你最右边那个072有没有？是，好像就是车子的耐久度了。它好像是用百分比在用了。不用去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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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那个，我要去面具店。我现在去面具店，因为我这个角色会晕车，所以我要去买个口罩，或者是那个那种氧气罩。不然我昨天其实我没开台啦，
昨天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，我一坐上车我就乱吐，我说我把你车上吐了一遍了这样子。那谁的啊？阿福的车啦，他昨天就是我刚好经过，那时候还没有，还是裁缝师，然后他就带我去看我们昨天新的房子。啊，新的房子就是到处看到处看，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不行，我晕车了，我就。这台不能有警铃哦，不是 G 还是 H 吗？T 也不是啊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要 我不要功能型的，我是只是外观型的。我要有样子而已，我没有要那个，我们要真的买那个氧气罩。静音，可是我听到警声呢。哦，对啊，昨天跟小只的是我啊，就没有刚认识大家，我不好意思去打断人家讲话，那时候我又很紧张。我刚刚干嘛了？你看，你有听到喇叭声啊？可是就是没有，这是大灯啊。G 也不是啊。哦，对啊，小智要去哪里啊？他直接说他要出国。这是停红灯游戏，反正无聊。他、啊、怎么没声音？没有没有，现实的 OK 啦。不会不会，这个不是爆雷，这个是我自己问你，我问你，你提供给我的就 OK。哦，他上来台北，诶，那他怎么不是应该下礼拜才要上台北啊？应该不止5天才对啊，因为他们不是有约那个约台北聚会吗？好啦，买面具喽。我记得那个眼罩很厚，眼罩啊，口罩。啊，这个，我买这个。嗯，太饿欸。OK，好了，有口罩了。刚有猫猫吗？哎、欸，我在这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怎么去隔壁啊？因为他们之前都有办法去隔壁坐、欸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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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不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就是下次换衣服的时候，我的面罩就不见了、啊？面具啦，面具会存在哪里啊？嘿，SHUFF 还要记英文呢、哦？我的妈！哇！
又要练英文了嘞。你有观众怕啥？我怕就是怕在很紧急的时候台有延迟啊。去车库比较多事件，没有真正的医护是不会随便离开医院的，好吗？真正的啦，可是鬼岛很特殊。没有，我应该很少会去车库吧？懂吗？我要当那种真正的医护。如果是在 F3，没有呢、欸？你说的是 F2 吧？这边没有啊。啊，这个大麻是昨天小资给我的晕车药。你看我打方向灯哦。我昨天知道啊，他开大麻车去车库啊。哎，我是不是快没油了啊？第二个是油吗？那个023，然后找个油点。旁边有加油站。其实我在想啊，没跟人互动会不会真的是超无聊？可是就是不能强迫，就是想说啊，我都知道他们在哪里，就故意去，真的要很偶然，很偶然啊。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，像他们现在在包，一定在包堵，这我知道。那我总不能就是都知道他们在包堵，刻意过去，因为我并不知道采毒的位置在哪里，我只是角色啦，都不知道采毒的位置啊，包堵的位置那些在哪里。所以我要等有人主动带我去，我才能知道那个堵在哪个位置。所以我知道车库有啦，但是就是车库很多人都是已经结群结伴，就直接去做事情。我现在就是 GTA 可能都开早上的了，啊，晚上就是看状况。车速、油量、轮回，哦，啊，有没有轮胎的啊？我记得轮胎也会爆啊。我去买个望远镜，我们去看兔子好了。可是兔子的点，我也记得是在大麻附近诶，轮胎没了哦。以前有轮胎啊，蓝色的那一条，就等人搞事，我去救他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契机，这、就是一个缘分呢、啊。再看啊，如果有个医护上线的话，我应该就是离开去剪影片了。而且这几天我要生很大量、很大量的图。所以晚上我不应该不会去玩，应该是开台画画吧。先看晚上玩什么。如果是比较要 PVP 成分超级高的，我应该就是画画吧，因为我最近真的
需要铲土了。咻！我这，我晚点再问口罩怎么拿下来啊？哎呦！哦，有公告说你买的汽油桶也可以浇地上欸。加完了没？走那么久？不要听秘密哦，不会啦。我加完了没？会加油吗？应该会吧，100%了吧？哦，65，有。再买一桶。对啊，我记得更新有说可以到地上。很贵，我不想到，没钱。我们不要浪费东西，我们是医护人员。想帮当白的没有一定诶，只是我的设定是很怕黑帮，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那种乖乖牌熟辣那一种。碰的话之后吧，因为目前没有想要碰黑的。啊，方向灯。人设是什么？我等下看一下。你是说我这个是人设，还是人设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看这边，其实早上这边真的很安静啊，中午过后才会有人。有啊，我昨天跟到2点，就关麦的关麦，继续玩的继续玩，睡觉的睡觉，就这样。你是说昨天老天那个被绑架，朵朵主持舞女台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我有跟到啊。哇塞！我的车啊，这台不耐撞啊，大哥。我知道星期天的人设啊，我也不会亏啊，我做医护诶，又不是说做其他那种职业。早安，早安。叫修车，等一下嘛，等真的坏掉再叫啊，这样还 OK，不然还是我可以存车。将车存入车库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。哎呦，我加什么油啊？油，哦，油又回来了。有啦，这样子车就好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局长还没有退休之前，至少有局长罩着我，我不怕。局长不是局长啊，对，院长，我怎么讲错啊？
因为他，你看哦，右上角是写医护局，所以我会叫成局长。现在有院长罩着我，院长是比黑帮还恐怖的存在。我赶快习惯，不然如果在游戏里面叫到局长，这样也不太好。哎，其实我叫我的店长啊，或是那个主管那些，我都直接叫老大。阿福的蛋蛋不就是他割掉的吗？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身体动作。哦，声音太大了，天啊！这个改变姿势，我在上面不能爬哦，坐下。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游戏声音，我记得调很高啊，声音，游戏音效。